我没留意这一点。东玄女巫，女巫打这套阵容打在军工厂是吧？我没看地图啊，我感觉这套阵容女巫打不太好赢啊。这套阵容上来就是感觉就跟东玄拉平的、对，那如果平东玄不难受啊，那不就难受吗？阿福打雕刻我觉得不太好搞啊，不太好赢啊。也不好说，阿福不一定会一定要，阿福不一定打那个雕刻的呀。如果军工厂，那阿福不打雕刻打破轮吗？他打红夫人或者打红蝶什么的，他不一定要打雕刻家的。我觉得他雕刻家熟练度是应该是他最高的了。他看那个阵容了，阵容比雕刻家好打。大龙，哎呦，上来就看到了。直接上来撞脸大龙也还行了，大龙不是一这大龙一下来上来撞脸的这个位置，看一下东玄是在看娃娃，但这个娃娃补不到了，这个娃娃补不到了，就是他那个打不了娃的。大龙很聪明，放完娃立马就跑。对，然后这个板子天下反向下板，我觉得反向下板哎，这波哎，这波砸到原身了，寄生断了，寄生断了，给寄生砸过来，寄生断了。对，他是砸掉原生的，哎、没断，我以为断了，还行。他是砸了一下那个原生信徒，狗咬。本体一只狗咬到那边，寄生贴过来，赶紧打一刀，寄生不会断。一刀抽刀了，哎，这边的话还破板，很舒服呀。要秒了呀，这波要秒了呀。要不要放狗？感觉不放狗也够了。这边大龙夹住了。哎呦，还想溜的话呢，也行。这边居然。动员慌了一下，这边动员不及的话是被架死在那儿了。嗯，但整体上来讲这个击打很快啊，一分钟出头。但是密码机这把还可以，因为掉了个寄生，没有什么太大干扰的能力，这把前锋依旧幽冥跟病患修得很舒服。对，娃娃还能摸一台幽冥跟杂技。幽冥跟杂技修得很舒服，娃娃也很舒服。这边因为没有多余的寄生，而且在一阶情况下他拉不了太远干扰。哎，前锋是就在脸上，这台就是这台连击。哎呦，这个局你还别说，东玄这个开局抓的很快，但是感觉这个机子更快啊。对，这一把我认为东玄的话，如果人类不给大节奏，是赢面很少的。这边直接放狗逼救，那前面直接拉球了，狗咬住，但这个信徒是晕了的。对，哎呦哎呦哎哎呦，我这一直哎呦。嘿，可以，这波救得很舒服啊！这波救得很舒服，这波就还保了球26啊，能切底牌了。对，这边还被想给前锋补寄生，你不再给前锋补寄生，你大龙你都杀不掉了。他这边的话得切闪了，这边得切闪了，只能切闪。这一波卡梦的救人可以说是完美救人，前锋偷偷摸摸偷过来了，东玄没有意识到，东玄在找前锋想补前锋寄生，但是前锋。在脸上想干扰，对两个人 的话，思路现在电击是够的，想过来补一手机生骚扰一下电击，但是你前锋在脸上，你没把一个信徒挂着，原则还得拉回去，你敢签吗？我有耳鸣，你敢签吗？这边东玄意识到了，切晚了，这里浪费太久时间了。不是，他这波其实补寄生补在杂技上面，我觉得没有用啊，对于他来讲。对对，他是想补前锋，但是找不着前锋，实在没办法了，要回来挂人了，所以补的杂技。那这外面两台机子都好了。就差最后一台了，这把有可能三出四个人开门站，电机是够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把的话机子真够的。这把前锋打得非常好啊，这把的话过来这边硬吃了，来你有本事打我。东玄那边的把原生压过去，压到这台机子上了。他这边的话原东玄在这儿就意思着为啥，就是说白了就是那个不让你修电机，你可以去，我也不打你，就不让你修电机，你那边我套一个搏命。哎，别吃了。还不救，还不救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还不救！哎呦，这波小铁，这波捞前锋撞，没能扛到，但是这个位置打不到。这波身位撞过去了。哎，这刀怎么打到机械师的？那完了，那还是四个人开门了，电机还是够的。这边掉一个机子，先过来补一个机子，不让他开完电机，密码机差10%。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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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机子够了。杂技这边拉开，然后前锋担保，佣兵过去帮忙补机子。对你切一次我过来偷一下，切一次过来偷。哎，强吃也行了，这边强吃也行了，因为佣兵再过去补，佣兵呢？佣兵过去了，小铁过去了，小铁过去了，摸到，哎，前锋在脸上打一刀，铁三摸亮，哎呦我去，这个局打的是真的极限啊！对，这把倒的非常快，全让人类运营回来了。嗯，也不是人类运营回来，他其实
从头到尾那个就没有东玄就没有占得过优势。他第一波击倒看似很顺，但是穷者的机子更顺。卡梦这把打的这把前锋真的拉满了，我觉得。对，首先他那波前锋打得好。对，前锋对女巫来说，前锋给女巫的压力没有太大，但是这一把给女巫的压力直接压迫感满了。这边你第一波救人就逼了一个底牌，嗯，然后保了一波没有双挡，然后机械师的话，底牌切出来之后又跟了半血保了半天。对对对，主要东玄是什么呢？他就是在中间机械师被救下来那波以后，前锋撞了一波，然后他去找机械师的时候没找到前锋，没有看到前锋，前锋丢失视野了。对对，前锋主要丢视野。他那波给前锋补上系统的节奏又不一样了。